戏如人生，真我风采。迪瑞克斯第三季《中国新歌声》美国海选震撼登场。以下节目由第三季《中国新歌声》美国海选指定座椅迪瑞克斯冠名赞助，由 Bicycle Hotel Casino 龙凤大赌场主要赞助 ，Siri Honda 喜悦本田特别赞助，以及 Best Media 合家欢卡拉 OK 音响设备 Alex Sun Axon 南非国宝博士茶。火爆鸭 Lisa 立体秀眉101club.com 101vipstore.com 共同赞助播出。颜值越高责任越大，第三季中国新歌声美国海选指定座椅由迪瑞克斯冠名赞助播出，让导师为你疯狂转身的酷炫电竞椅。大家好，我是四良，这里是迪瑞克斯第三季中国新歌声梦想招募站，美国梦想力量征集大行动，2018梦想新歌声美国海选正在火热进行中，希望电视机前有梦想和好歌喉的观众能够加入我们。如果你也想成为我们的一员，可以登录屏幕下方的网站 www.channelj.com 或是拨打热线电话626-856-3889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时恭候您的来电咨询。那今天啊，就让四良带你去看一看我们今年2018新歌声美国海选的舞台。海选中啊，有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歌手美乐啊，美乐呀，是真的把我给美到了。被华语流行音乐吸引的美乐，在海选当天用实力证明了他对音乐、对中国文化的爱。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因为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一个中国的朋友人告诉我，我很喜欢中文音乐，所以他知道我非常喜欢 KTV， 所以他告诉我，哦，你需要 participate。感觉快乐就慢动慢起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心绪，一杯红酒配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个人有他的脾气，忘了爱错么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，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，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高兴，所以最掏心，曾经。你是到现在为止唱的最好的，谢谢，很好。我们只是有个小小的希望，就你在我们决赛那天的时候，你要把你的录音带带来，好，伴唱带准备好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。恭喜你，一定要有伴唱带，会对你会比较好。但是你的实力是有的，好，谢谢，我们看好你，好吗？谢谢。晋级，我非常害怕。还非常害紧张。为什么害怕？因为我的中文不太好。Come on， 真的好不好？好，太好了，马马虎虎。哎呀，不愧是来自南美洲的美乐啊，本来就是爽朗奔放的性格，音质条件也极佳，也有着超强的实力，希望决赛他能表现得更好。爱一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